明哥出嚟啊！明哥會送啲飛吻俾大家，因為呢個就係彩虹村明哥啊！我媽冇把邊個都收得我外妹事無罪嘛，對唔對啊？咁我要走嘢，你繼續。我唔落，我走啦。你講完啦嘛？係啊，我講完啦。大家俾掌聲啊！撐牙 B B 啊！多謝。OK。其實咧，今日嘅節目好長，因為太精彩啊！咁咧就下邊咧就係專注到音樂嗰部分啦。咁咧就音樂部分咧，咁我自己同大會講話，我親自要請嚟一啲朋友。咁咧我想首先咧介紹一位我好朋友。咁咧佢啱啱落飛機，咁咧佢就呢位朋友咧係我自己好喜愛嘅一位台灣同志界嘅人都好撐佢，好喜歡佢，因為佢一路都好撐同志。陳珊妮小姐，佢啱啱落飛機，然後咧佢聽日要喺香港做演出，咁但係咧我話唔得啊，你一定要嚟同我哋打打氣，因為兩個禮拜之前我就去台灣幫台灣的同志打氣，所以今天你要幫我們打氣。對，因為昨天明哥半夜告訴我今天有這個活動，然後我就希望可以趕到現場，因為明哥一直都很支持，也一直都有參與台灣的同志遊行。那今年的同志遊行其實我沒有去，但是我去了另外一個同志紀錄片的影展。我觉得任何形式的沟通都是很重要的，是对，尤其是一些非同志的朋友，他们对我们的支持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谢谢你。是今天没有歌啊，因为今天就没有准备，因为他刚刚下飞。对，其实我没有做任何准备，但是我希望我可以到这边，因为。其实在台湾可能有些人知道台湾正在推动一个多元成家的一个草案，然后其中有包括同志婚姻平权这件事情。我希望所有的同志除了能够得到平等的爱，还能得到平等的尊重，也可以得到法律的保障跟权利。对，我们今天有一个口号，就是因爱致明平等成家，所以希望我们每个想成家的人都有很快很快有这个权利。对，希望大家都幸福快乐。然后我在这边很难得可以来到这个活动，然后我希望我可以代表所有在台湾也关心同志活动也推动同志活动的朋友献上我所有的祝福跟支持，谢谢大家。谢谢珊妮，谢谢。